兄弟们，这帮老祖宗一哥都组出来心得了，害怕我们打入他内部，一把换一次衣服。你看我身上这身衣服就是为他们准备的，结果他们换了。这每个赛季发放的特训服真是让他们玩明白了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咱们穿的越蠢越好，总有一天我要混入你们内部。真服了，不是我咋就混不进去呢？这帮人太精了，都商量好了。没事，哥不生气，哥有的是时间治你。这件衣服谁没有似的，来来呀！你看我混入内部，我偷不死你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破防了，兄弟们，没意思了呀，兄弟们，我承认我被看穿了，连他们的尾气我都抓不着，这软的不行，我得给你们来硬的了呀。就你小子喜欢组是吧？哎呦，衣服归我了，兄弟们。OK， 来注意好我的细节。这不是咱队友来了吗？必须表现得自然一点。蹲起来，然后呢，不打队，打个招呼。OK， 外面有入侵的兄弟，给我干他，给我干他。兄弟，你先上，我垫后啊。对对对，给我冲冲啊！兄弟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哎呀，去你的，去你的，就这爽。你们看，我现在杀第一个人，觉得先是会再相遇他的，因为他不仅是个战神，还是我的铁粉。这个防区是落了两个的，咱们先拿急救包补充一下状态。我在舔包的时候，这小子当着我面穿过去了，好嚣张啊！咱们摁一手提前枪没打到。OK， 不管。直接干拉，注意好我的细节，咱们冲锋枪没有扩容的时候就可以像我这样单点型干拉。哎，这就是咱们的空弹小技巧。在我上山的时候又发现山顶趴着老六，但是身位露得太小，就一只胳膊直接就缩回去了，感觉他不太聪明，所以说我直接鬼跳过来看看能不能搞他一手。结果山下又上来人了，把他给偷死了。这小子超级谨慎，都不过来舔包的，因为我刚刚拿 SCAR 也是开枪，他肯定知道我的存在。这身上连一个投掷物都没有，也没有药。 OK， 那就不废话，直接干拉，高打低直接压着揍就完事了。我去，我这把手感好火热呀，我要杀疯了。这包里面的物资要啥有啥。哎，等下来脚步了，我操，不是，好像不止一个。哎，停，你们干啥呢？停啊，住手啊。哎呦，真服了，我是奥特之父还是奥特之母还是怪兽啊？你们打我干啥呢？我真的栓 Q 了，还好楼下机器人没有被打，咱们还能带点药苟延残喘。原本是想把小楼的药全部给收了，结果突然来脚步了，拿着大喷子就过来，还没给他打掉。完了 BBQ 了，我就收了一栋房子的药，我扛不住了，还是先离圈近一点吧，要不然毒太疼，我扛不住啊。哎，把这衣服一脱，我要当幻影坦克了。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，我也阴不到人。这不是我贪呢，是我身上真没多少药了。虽然很危险，但是还是要来拿一下的。现在是十几秒的毒，特别疼。这毒万是被毒死，进圈的是要被卡死。没办法了呀，打完这根针就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山下有一只扛毒仔，我死了也不能让你好过呀。咱们直接给他打了。同时山上的两个组队直接把目光就转移给我了。不过对面是真马呀，又给了我机会。这另一个小子踩在石头上拿喷子消耗我，我就这一格信号值一喷，我都没死吗？最后也是没办法，只能选择放手一搏，一个跳箱给带走。此刻我是很慌的，然后有人开着全部麦喊着我名字过来了。美丽，你人呢？我现在身上根本没状态，一枪就嘎了。咱们必须战术性合作呀！但是你他哥当时留个时间让我把麦打开呀！啊，让我开麦呀！对对对，没错，是我，我是美丽，我靠！终于看到你了，兄弟，我不敢跟你一起站太久啊，咱们快下去吧。来，咱们直接干拉，死了就死了。来，冲啊！必须谁反应快。我操，我右边来人了，敢冲我是吧？来，玩的就是个操作。兄弟，还有最后一个交给你了，我直接等你的好消息，好吧？牛逼，兄弟，没让我失望啊！把我删了吧，别我删了吧。你的十年老粉啊，美丽。哎，我操，你走边，走边，下一个，赶紧，哎呀，我靠！